蓝炼王绕后是非常恐怖的，因为我们可以打完之后大招立刻撤出来，对面根本拿我没有任何办法。二技能借一技能控住，大招出来，对面不让。二技能不用着急放，王昭君会往回走的，直接控住。他闪现跑了，我们也撤。不是，怎么又给我定住了？没瓦了是吧？我靠！回中心和线被蓝蹲了，不用慌。位移拉开距离，金身规避伤害。位移过墙，完了有东皇，没事。位移拉开，完了他有闪。幸好队友没打东皇，但是我自己在打东皇，我被我的被动给杀了。我靠！去红军刷个野，什么？甄姬居然敢对蓝炼王，给他控住，大招拉开距离，完了，甄姬大招太黏拉不动，老虎残血了，看看有没有机会抓一波。哎，还敢跳进来，直接大招收掉，潇洒离去。哎，怎么动不了？我靠，我被卡住了。打眼望去，全都是残血。那么现在正是我诸葛亮收割的好时候，大招先收一个西施，百里过来检查尸体，我们给他挂个被动，大招继续收掉，双杀到手，三杀马上就要来了。看到上路的残血没有？你们别管，让我来收割，大招直接锁，就让小兵正好三杀。兄弟们遇上摆烂仔了，看对面这个李信啊，0-9-1还出了个纯输出的装备，这不就是瞎玩吗？但是不用担心，他到了后期就改过自新了，他不瞎玩了，他乱玩。妈的，绿宝石重度依赖。更离谱的是，这哥们儿啊，还给小兵送人头，可以啊，有操作的举报了。